看看。哎，一百啊！有人要一百块试吃看看无？地主，一百块俩一百块，拢有啊吼。好啦，阿姐，你搁买两盘好无？我一支搁送你好无？一支搁你好无？一支搁你好无？应该大大吃。一支搁你。一支搁你。一支搁送你，本来你了。阿姐，一支搁送你，无爱钱也无爱留的，两百拢，全部拢我你。顶起来啊！人家拢八支两百，今仔专工要上，你讲唔对？对无？第二个会上，再过拢我哩，两百拢全部上哩，再过两千，对啊，真的，无无无啦，收着，无无想要要几后边啊？老板，我买这个。喂，我怎么在？啥子在地？你要拿等你，你要买你给了，买你给，买买个买个鱼，几克了？来，我一头要吃一百了，来一百只，一个。来收钱，来一百三，要一百块，两个三个。对啊，这个蛤蟆。多少钱啊？三个啊。四爷，来了吗？贵人，四爷啊！要介绍老外讲话，物件拢有啊。要介绍老外讲话，一百，来，来一百个人要来无？哎，一百啊！小智，来一百嘞。四爷，来一百好嘞。哎，一百啊！来，再叫我一台来吧，一百。来一百。拢有啊！来两百，两百，来一百。我今仔想要卖鱼啊！我想要卖鱼啊！哎，一百啊！左边那边啊！白带那边接的哦。到那边吃白带鱼啊！啊，上次摆那个六包的那个小红干包吃，八包啊！白带鱼你那边吃，人家我讲我听，这种好吃的啊！这台拢金米酒水也袂做到好啊！你若要吃，卖让你加五百，卖让你加四百，三百上面来三百，来三百哦！我若要吃白带鱼嘛，三百咯，加一毛啊，加一毛啊！来三百上面来三百，来三百哦！我若要吃白带鱼无，三百块尔，不吃啊！我来试一下哦，万鸡的，来这里有万鸡无？万鸡啊！对啊，吃烤鸡啊，老安咯，吃烤鸡啊，老安咯。你不好来吃烤鸡哦，哎，我冇买出冇，我冇买鸡。那个，你买啥？红烧牛腩。红烧牛腩小智冇片，红烧牛腩冇片。听听。啊，阿叔啊，你讲哦，你今天老在吃白带鱼，你听我讲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十个人给好不好？我冇甲你画五百，冇甲你画四百，收含钱分甲啤酒，你都甲情况嘛。叫你配不你，学了甲六十几三百了。来三百哦。有人要吃白带无？三百块嘞。三百。三百有人要煎着吗？三百块。我地哦。三百。这种价中块啊，这煎着做吧呀。你讲我一煎着拢无吧？这煎着就是拢吧。来三百，有人要煎嘞无？几号的？三百有人要来无？三百。三百哦。三百。注意听哦，我注意，你注意听哦。这块白带，你甲烧米酒，甲蒸烧含酒，烧一寡盐，切到切切，切到方方啊，甲配方食看嘛，规个饱饱饱，还佫有带甜啊。我这块过你，这块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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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讲这块过你。今仔日你来跑买三百人给我这块过送你，这块过你，这块过你，这块过来。来，我讲我一天。三百。我就这块钱了，好不好？来。二四六七的人给落三百，上面也三百。三百。三百。有人要吃白带鱼的无？三百块。阿姐，小助理有没有一千无？再来啊！听好啊！今日又要买三百啊！来三百，三百啊！好嘞啊！我买啊！我讲一遍啊！今日你有买三百，可以加一条啊！几条够？几条够？来三百，来三百，几条？几条够了？再来啊！你今日要买三百，人家今日几条啊？几条够？几条够？把我打针就好啊！装包六个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三百攞个。来三百，几条？来这边白带鱼啊！来。来套进去啊！来这边白带鱼，三百。还三百哟！我给他三百，我你吃。来三百了，来这边白带鱼无三百。三百啦，两个。来，最后个三还三百，我这边真。来一个蒜泥可以啊，多配的话了，多配三百个三还上面还三百。三百哟。
够来得及了吗？三百块。来三百。三百。把箱子给我，白带的箱子还我，谢谢。啊，这个兄弟，看门哦。啊，你看门。来，大力红烧牛腩。上面红烧牛腩。啊，这个帮你来好吧？你拿地位你不你吃牛肉，你拿你吃牛肉，这边半斤半肉，你等下先。这用我烧椒饭椒面上好吃啊，用我烧落去啊，啊免煮啊，最好食的啊。这外口半斤半肉一条火锅300多块啊，干嘞一碗牛肉面就200啊。我来讲啊，你要吃半斤半肉，上贵200啊，这200卖哦，你该500啊，该400拢都唔免啦，先给钱300来。来300，再来啊，你搞要300，这包卖免要送你啊，两个落啊，300啦。来300，来半斤半肉300块，来最后搁一个半斤半肉上面就来300。300。这个用我烧加饭加面是上快赞的，来个要吃半斤半肉无？300块嘞。300哦。300块还有要吃吗？300。300。300。拢有啊吼。今仔日这个半斤半肉，你若想我阿姊想要买着，伊今仔要来买。物件无好吃，你要来买？我讲了有理无？一包吼无买可惜。这吼、哦、这是量大，还有这种价钱，而且这无人买这种价钱。恁无搞买一包半斤半肉，买一包当去吃看卖，连讲你也像这阿姊来搞买300。用我烧加饭就好啊，加面加乌龙面，一包你试吃看嘛。来100啊！来你买买买买一包试吃看嘛，100。来边一个哟。来你买买买买一包试吃看嘛，半斤半肉，试试看看没有关系，一包够两个试吃嘛。够两个试吃看嘛，无一包好。唔买买买，咱是买一包，试吃好食，另外买200买300拢 OK。100。够两个无一包，拢有啊吼。来个来买只蒜泥。蒜泥干了没吃？这鳕鱼薄片，这铁板烧的了吗？反转拢无多空的，只会你遐落啊。来，今仔要吃蒜泥的人，别卖你开500，卖你开400。要吃蒜泥的人，小心这手脚，300好不好？来300只。有人要吃蒜泥的无？这个、啊，这个鳕鱼薄片的、啊，这等下我讲你啊，用真的是上好只啊，300块的啊。来300，来300只。小四，这两个一收了。全部三个价钱，这拢无爱卖，这拢送，拢无多空的，三个两斤，摕到情况吗？这规条拢卖了，300了。来300，来，最后搁一个300，两条。搁有一只鳕鱼脖，鳕脖的。300，两条。三个啊。来第二个，三个。好牛啊！来，小四，你今天摸我手那个难，搞恁做下务啊。啊，这公其他这个，其他这个啦，你头先买几多？哎呀，大家都是。你搞追价，给追价我赔钱了嘛？你搞包贵了？你搞那只追价，这间追价全台湾性，你有当去查有名啊？伊这何家乡的哦，这间工厂伫迄个真正讲真的，伊来去做这间水饺真有名。伊这牛肉水饺，这一包40粒，你若要吃卖300，卖米啊五千块钱，200了。来200，一包卖能送你吃，200块了。200。大谢谢啊！啊，感谢感谢。来，有人要吃牛肉水饺无？200块了。200。牛肉水饺，这好吃哦，这真好吃哦。来，到人买票过要试吃，我买100了。来100啊！要一包试吃，我买100。来一百哦，两千拢收过。我看你吃啥，你要吃啥？这吗？500块就好了。这刚才是本来你煮一碗米线，总安尼就500。来，加恁500加500的。1000，唔免1000，500了。这两个算了，500块新价钱，搁价钱有哩，500块了。500，上面吃鲑鱼头500块，有两面吃鲑鱼头500。没有，我再多一个给你，这两个给了你，加5粒，500了。500啊！主味正餐最好吃，500块了。那我们吃鲑鱼头有没有500？500好了 ，OK 啊。等一下啊，美女，吃得完了、啊，你吃得完，我再加一个送你，6颗给你，我只一颗卖你0钱而已，500块了。那我们吃鲑鱼头有没有？500。再来吃米料，那边3粒米料块了。再来那边米料块，250。米料块。有啊，谢谢。来弄个米哦。你弄去，啊，姐你弄去，我叫你过去，姐你弄去。
上面在弄个腿，这一百十几啊，这全熟啊，这都免煮啊。这个哦，微波炉我烧，蒸笼烧，烤箱烧，拢会使两百。来两百一个。再两百只鸡腿的话，两百块。两百。卤鸡腿、卤鸡腿，两百块了，有啊吼，来吃你个心。来，你再帮我包住了。对啊，包包。来，这个来多少？这个叫做鸡脚蛋包。你个啥物？鸡脚啊？你个啥物嘢？韭菜还是咩高丽菜？高丽菜就一个什么？你讲有咩叫鸡脚冻？这两边做这退冰的在吃啊，鸡脚冻啊，吼，烤回来多好吃，冰冰凉凉啊，这一包百三，这百三加百三，我就爱吃鱼啊啦。啊，我咩拿你家鱼啊啦，你也要吃来两包了。你买两包，我一包送你好冇？我这两包卖卖四包呢，来两包，有人要吃无？鸡脚冻，来两包。鸡脚冻啊，你退冰的在吃啊，两包好呢，鸡脚冻，拢有啊吼。来我去，来九百给你下。那个来你买了啥？哎，我买什么呀？蓝抓蓝抓来。什么蓝抓？七角冻，多少钱？来蓝抓。来抓一下。来买了啥？那就来盖小店。你就来你跟我起司鸡块，你这鸡块来都会加起司吗？这小伙子啊，真的。你这哦，鸡块来都会加起司。这一包才八百卖哦，你加三百卖，你加二哦，你个地方你加讲一百了。来一百啊！来，我讲起司鸡块哦，一百块而已，一百啊！小伙子哦，这起司鸡块多少钱啊？八拢有啊！很辛苦，来看我吃啥，真的，真辛苦。